在场上简直就是个小金人啊，浑身发着光，我是忍着眼泪为他喊的，我真的要哭出来了，起鸡巴疙瘩了，应该是他们太厉害了，激动了。 OK， 那么这一场谁将获胜呢？ Judges 3 2 1，恭喜我们小师傅队，厉害啊小村，我都特别惊讶，我就哇，特别男人。虽然我以前输过你那么多次，但是今天在这个舞台上，在大家面前，我要证明我自己，我是可以赢得了你的。拳头 FL 拳头90，我只敢拳头倒立，拳头倒立。